Om Swasti. Luman莲花香摩耶如达，尊师无私本愿智慧心，转轮回更为金刚大乐，调伏诸仙此无私成就，智慧悲心无畏与自在，奥秘宝藏金刚持有者，周遍法界是业尊胜者，愿尊三密无怀恒安住，无垢忧虑持诵得正望，从法悲愿将恒常实现，无有我法众生及法教，无边金刚尽随其常住，越此虔诚祈愿至善终，无期而地温润而滋长，成熟成为灿烂之果实，也是三界最深之吉祥。Om Swasti。 如满莲花香摩耶如达，尊师无私本愿智慧心，转轮回更为金刚大乐，调伏诸仙此无私成就，智慧悲心无畏与自在，奥秘宝藏金刚持有者，周遍法界是业尊胜者，愿尊三密无怀恒安住，无垢忧虑持诵得正望，尊法悲愿将恒常实现，无有我法众生及法教，金刚尽随其常住，越此虔诚祈愿至善终，无期而地温润而滋长，成熟成为灿烂之果实，也是三界最深之吉祥。Om Swasti。 如满莲花香摩耶如达，尊师无私本愿智慧心，转轮回更为金刚大乐，调伏诸仙此无私成就，智慧悲心无畏与自在，奥秘宝藏金刚持有者，周遍法界是业尊胜者，愿尊三密无怀恒安住，无垢忧虑持诵得正望，尊法悲愿将常实现，无有我法众生及法教，无边金刚尽随其常住，越此虔诚祈愿至善终，无期而地温润而滋长，成熟成为灿烂之果实，也是三界最深之吉祥。 Om Swasti。如满莲花香摩耶如达，尊师无私本愿智慧心，转轮回更为金刚大乐，调伏诸仙此无私成就，智慧悲心无畏与自在，奥秘宝藏金刚持有者，周遍法界是业尊胜者，愿尊三密无怀恒安住，持诵得正望，尊法悲愿将恒常实现，无有我法众生及法教，无边金刚尽随其常住，越此虔诚祈愿至善终，无期而地温润而滋长，成熟成为灿烂之果实，也是三界最深之吉祥。Swasti。 如满莲花香摩耶如达，尊师无私本愿智慧心，转轮回更为金刚大乐，调伏诸仙此无私成就，智慧悲心无畏与自在，奥秘宝藏金刚持有者，周遍法界是业尊胜者，愿尊三密无怀恒安住，无垢忧虑持诵得正望，尊法悲愿将恒常实现，无忧
温润而滋长，成熟成为灿烂之果实，也是三界最深之吉祥。Om Swasti， 如满莲花香摩耶如达，尊师无私本然智慧心，转轮回根为金刚大乐，调伏诸仙此无私成就。智慧悲心无畏与自在，奥秘宝藏金刚持有者，周遍法界是业尊胜者，愿尊三密无怀恒安住。无垢忧虑持诵得真光，曾发悲愿将恒常实现，无有我法众生即发教，无边金刚尽随其常住。越此虔诚祈愿至山庄，无期而地温润而滋长，成熟成为灿烂之果实，也是三界最深之吉祥。Om Swasti， 如满莲花香摩耶如达，尊师无私本然智慧心，转轮回根为金刚大乐，调伏诸仙此无私成就。智慧悲心无畏与自在，奥秘宝藏金刚持有者，周遍法界是业尊胜者，愿尊三密无怀恒安住。无垢忧虑持诵得真光，曾发悲愿将恒常实现，无有我法众生即发教，无边金刚尽随其常住。越此虔诚祈愿至山庄，无期而地温润而滋长，成熟成为灿烂之果实，也是三界最深之吉祥。Om Swasti， 如满莲花香摩耶如达，尊师无私本然智慧心，转轮回根为金刚大乐，诸仙此无私成就。智慧悲心无畏与自在，奥秘宝藏金刚持有者，周遍法界是业尊胜者，愿尊三密无怀恒安住。无垢忧虑持诵得真光，曾发悲愿将恒常实现，无有我法众生即发教，金刚尽随其常住。越此虔诚祈愿至山庄，无期而地温润而滋